在神秘的昆虫江湖，从来不缺少动人和美丽。那些昆虫会让人着迷。在热带雨林里，隐居着三个门派。难得一见，形容的毫不夸张。他喜欢在高海拔凉爽的密林中生活，偏爱与野菊花作伴，体态比一般的蝴蝶粗壮艳丽，全身的绒毛特别厚。他就是金斑喙凤蝶。从容的姿态散发出高贵的气质。这位昆虫界的大块头，名为阳彩碧金龟，色彩鲜艳，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。儒雅中透着一股英气，未展一刻芳容，他足足在枯树里修炼了三四年。在他附近还生活着千娇百媚的黑粒宝岛蝉，黑褐色的翅膀上点缀的白色和蓝色，为其增添了更多灵气，唱起歌来声音高亢圆润。他是出了名的森林歌唱家。黑粒宝岛蝉还有个亲戚叫龙眼鸡，外形奇特，在南方很常见。它身披翠绿色的外衣，长着高高翘起的鼻子，显得很高傲。别看它冷傲娇气，其实胆子很小，因为当它遇到危险时，唯一的逃生方法就是飞走。明明没有清风拂过，这朵花也在晃动。原来是兰花螳螂，它是螳螂家族中最抢眼的成员，身体就像一朵栩栩如生的花，婀娜多姿，温婉清冷。在兰花螳螂美丽的外表下，却暗藏杀机。一只蜜蜂正在采蜜，它并没有发现这是兰花螳螂的捕猎场。兰花螳螂的头呈三角形，可做300度转动，复眼发达，向两侧突出，可以观察到猎物最细微的动作。兰花螳螂突然向蜜蜂发起攻击，可怜的蜜蜂成了兰花螳螂的美餐。在昆虫江湖，很多美丽的昆虫善于伪装，稍有不慎，可能就会惹来杀身之祸。